我从周六到周日连续从机场到这边蹲守了30多个小时，就想多看他几眼，也没睡过觉，中途就特别累，但是就觉得看到之后就觉得特别特别开心，就是那种累就一扫而空了。就是有一些因素不是球迷能决定的，但球迷的心绝对是最真诚的，所以就希望他们能够，他们不一定会喜欢这一次的活动，但他们能够喜欢中国的球迷，然后自己每一次去追他们也会觉得这是我离我最喜欢的那一群人最近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要这样去做呢？而且这就是在我生活的地方，我有这个机会，而且就这几天了，我觉得不睡觉也就是5-6天吧，也不会怎么样，反正周末已经瘦了5斤了，我觉得非常开心。所以毕竟第一迈阿密在美国，第二就是那一个梅西在这种稍微级别低一点的联赛吧，就相当于没有那么多伤病，然后还能继续相当于储备一下战力，为下一次世界杯再画上一个句号，这样的话说实话球迷们也挺期待这样的一个时刻的。这个笑的是14年，然后那个是18年，最终考上他是2022年，就是都是他的经典时刻，然后最终合成这一面旗。